欢迎大家嚟到 MAXUS 电动车联同驾驶窗卡合办嘅亲子中秋互动创意日啊！如果拣家庭 MPV， 咁就系最好都系舒服啦，咁容易上落啦，即系空间要大啦，即系载到好多嘢啦，最好个尾箱有。咁就呢個係即係揀家庭 MPV， 即係一個好基本嘅條件啦。咁呢架車咧，除咗有好大量嘅主動式同埋被動式嘅安全系統之外咧，佢都係攞到呢個歐洲最嚴謹嘅撞擊測試嘅五星級嘅最高級別嘅評分嘅標準嘅。咁所以咧，起碼大家坐落去咧就會好安心。我諗我會揀嗰個車咧，就係話我有小朋友。BB 車啊，上落好唔方便，即係我房車擺落去咧，好唔方便。咁如果我有一部比較大少嘅車，我後尾箱我可以擺到一啲 BB 車，或者有啲無牌嘅 BB 車，咁我就覺得好方便。MIFA 7咧就更加受歡迎啦，因為咧你見到佢個高度啊，已經比 MIFA 9咧再矮少少，即係咁講，有好多停車場米8嗰啲佢都入到，去太古城嗰啲都入到。